任何经论都没有说毗卢遮那佛在斗率天把所有地狱众生光一照就解脱了。那在华严经这样说，但是没有提到释迦牟尼佛，那是化身，化身归于报，报归于化。所以那这个光明不是十方来，也不是十方去，只是毗卢遮那菩萨的好，还不是相，随相之好，好的光明。我天古音以夫入世啊，天古自己说，我发的音声，天古能发音声吗？咱们这古啊，能发的音声吗？天跟鼓，鼓你不敲它都不响啊，天鼓没谁敲它呀。这就是毗卢遮那的功德。什么功德呢？好的功德。好的什么功德呢？三昧三根力。谁的三昧三根力呢？毗卢遮那、般若波罗蜜、威德利，出生都是清净音声，是古出生这些亲生。般若波罗蜜德利，四现容是种种自在。诸天子毗卢须弥三王有33天上的妙宫殿，须弥三王顶上有33天的妙宫殿，这妙宫殿里头有种种要具，不知古了，还有钟啊，我们这还有引磬啊，还有木鱼啊，还有当当啊，就是种种的药具。这药具是人工做的吗？不是的。十方来的吗？不是的。那我这个骨啊，天骨也入世，非十方来，也没有照作意，天骨都是自然的，天子这个他的福报所感的，不是谁造的，不像人间呢。诸天子毗卢亦诺有陀佛刹为尘数世界，尽摩微尘，把微尘亦诺有陀佛刹，为什么是那么多世界，把这些世界再摩为微尘，我为入世微尘众生，尘数众生，天古说呀，我就是这个微尘之中的一个微尘，一个众生。所以人家要听什么，而言说法，非自出，非他来。但是令闻者能生大欢喜。言我于我不生疲厌，本来无情的有什么疲厌呢？也不生退却，不生骄慢，不生放逸。故即是毗卢遮那菩萨，光明遍照，一切的发音发光，就是菩萨放的光，光中所感的。因为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菩萨
住在是离垢三昧，就是这样子，住在离垢三昧，离不入事，这我上来所说的。与右手掌，咱一般右手做的事情多，右手掌，右手掌有无量的好，所意好，所放的光明，无量的好之中，意好所放的光明，出现无量的自在神力。这虽然说掌的意思啊，是对保守菩萨，保守菩萨，保出生一切，解决困难，手能做一切事情，就形容词，是吧？所有每一个光明，一切声闻，毗湿佛尚不能知，况诸众生呢？说这种深深的意，放光的道理呀、啊，放光的意义呀、啊，一切的二乘人没法知道的，那众生更不知道了。古里头又说，诸天子，汝等往亦比菩萨所亲近供养，五佛贪作五欲的药具，到了斗罪天，这药器很多的，都是五欲境界，不要贪着五欲境界。说你要着了五欲的乐呀，善根就没有了，善根就障住了。为什么一切众生，佛告诉我们不要发愿升天，说天人就是乐，没有刺激他修道的心，不论哪一天，特别是六欲天，六欲天的五欲境界具足的，升到那天去享受五欲去了，仗你的善根。比如说结火烧须弥山，节日十分，须弥山也有着节的时候，就是那个十分，须弥山呢全完了，除令尽火烧的，那不止须弥山呢，火烧三天呢，火能烧到第三禅天，禅天十八天都烧了，烧完了起大风，风一吹没有了，都空中去了，说无语可得呀，到那个时候结火动言，须弥山烧化了，风一吹须弥山没有了。听我说，金子金的人的不论什么全被结火烧焉，出尽了无欲可得，说我们的贪欲耐缠的缠宝心也是这样的。而众生心若果是不生念佛之意，到这个时候念佛的心没有，心灵成就可得，那个贪欲啊禅法啊也是这样子，那心都没有还能生念佛之意吗？是吧，你们现在生到这个天，应当知道只能报恩，报毗卢遮那菩萨的恩，你们在地狱能收到斗罪天，这是毗卢遮那菩萨的光
拔出你们的苦难，直到毗卢遮那菩萨的嫩，有报菩萨的嫩。岂有众生不知报嫩？有些众生不知道报三宝嫩，多招红慈。什么叫红慈呢？不该死死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寿终，说活一百岁啊，都活一百岁，活八十岁都活到八十岁再死，不一定的了。大家念过药师经，药师经上说佛说有九种横死，有九种，说不该死的没到他死的时候，那他遇到这个劫难了，他死了。那出车祸，本来很壮的，也没什么病啊，车一撞给撞死了，那不该死而死了，这叫横死。生病的那个自然死，或者像那个炸弹，两军作战，几万人、几十万人都该那时候死啊。那都叫横死。凡是横死的众生，大多数堕地狱，业障所感，地狱等着收他呢，他就死了。诸天子汝等昔在地狱之中蒙光照身，说你们以前没生的都在天来，都生到地狱去了。蒙这个菩萨的光这么一照，这个光呢是好的光啊，发光的是好。好，向好的好啊。蒙光照你的身，你才得生此地，舍得地狱苦难了，生到斗率天来了。说你们应当知难报恩，怎么报呢？以及回向，增长善根。回向，回向有几种啊？回因向果，把我现在所因回向我将来成佛，或者回向我成道，成就菩提道，成道成佛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些众生或者求福吧，有些众生向外道求升天，像某学佛弟子天天诵经拜忏干啥的，回向成佛，不求其他的。这个是天古所发的声音，说增长善根，善根增长了在家修行，但直接是回向。普贤菩萨横愿告诉我们，回因向果，把我一切的修因都趋向佛果道，再回向众生，愿意众生都成佛。诸天子，若我天古非男非女，天古自己说呀，说像我只是个天古，既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也不是有情啊。天国有什么呢？没无情吗？天国自己说，哎，但是能生出来无量无边不思的事，我能说话，无量无边事还多了。说你们这些天子生了斗笠天或者天女也是这样子，你这像是假象啊，
不是真实的。非男非女，但是你那个受容，这个宫殿的园林的相好，你都受容了。同志要懂得，我这个天国不生不灭。不一切诸法，不是天国，天国所说的。全是不生不灭，这是生灭，即是不生灭，是生灭当中即是不生灭，不生灭随生灭的缘，四现生灭，四现的生灭不是真实的，这叫不生不灭。金刚界的心经上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六种。这几个不生不灭包括那些个了。五蕴色法都是事，色受想行识都是不生不灭。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荣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聚花月贤节千佛殊胜功德日，善恶行成10000兆倍，佛教慈悲置业东山吉祥书坊药师佛祈福法会，恭请诺诺格西主法，日期5月30日星期二上午9点半开始，联络电话03958-0286，03958-0286，03954-0455，03954-0455。地点佛教慈悲置业东山吉祥书坊，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2段478号。聚花月
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善恶行成100万兆倍，慈悲之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梁皇宝忏圆满日暨蒙山施食，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6月4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我们之所以受戒，为了修戒，就是要得到这个戒体。这个戒体好好啊，保护这个清净的戒体呢，伊就会当出身功德，会当互你增长善根。啊，不过外口呢，真侪人讲戒体那像是把戒体讲得很虚无缥缈，或是讲啊，唔知道这个法师有戒体无，还是讲我有得到戒体无？啊，搁有时阵搁会讲啊，无靠其他的方便法门啊、跋杯啊，是安怎看有戒体无？迄种唔是，我们照南山宗要甲各位讲，什么叫戒体？讲圆净、发心、观想、纳体，这是四个步骤。第一，圆净。就是为什么修改啊？为着要度一切众生，所以我们会圆着十方世界、十法界。十方世界就是一切的众生，横着的十方的世界。然后十法界呢？地狱、恶鬼、畜生、天人、阿修罗、声闻、缘觉、菩萨、如来，我们都同样的发心。所以十方世界、十法界圆净。圆的这个法界境，发心发什么心？但你爱发三种的心，第一种愿断一切恶，第二种愿修一切善，第三种愿度一切众生。啊，你讲那十五正菩萨戒，对，南山律宗是用大圣心受声闻戒，他不是说我分开菩萨戒是菩萨戒，声闻戒声闻戒，就算我今天受的是三皈依，都是这样圆净。发心，圆着十方世界、十法界发心，发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摄度一切众生。你要爱做观想，那你讲啊，师父，我无法度观想，唔是无法度观想。你等你拜落去的时阵呢，我就会念这段纳体文，你就听，你要了解，然后去思维。你就卖，迄阵时阵只要卖打妄想，来想着厝，想着囝，想着孙，想着钱，你就得到戒体。观想就是你爱去，你爱去了解，你爱去思维，爱去作意。对十方世界，他在讲啊，凡十方的世界，十方界的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什么叫无情的众生呢？就是讲，今仔你袂当讲，我今仔无受气，去关门做大声，我今仔无欢喜去瞪一瞪的。因为它是无情，但是问题我们也要对它升起三种誓愿，所以我们讲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就是安尼。所以呢，虽然是无情的刀啊、衣啊、门，你都未当讲我无欢喜，我就去伤害。那是讲有一个人无欢喜，我无我削一下笔嘞，我削一下刀啊嘞，迄种未使。今天是对十方世界、十法界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后边就是发三种的世观，第一种世断一切恶，无恶不断，这第一种；第二种世修一切善，无善不修；第三种世度一切众生，无众生不度，这是发心，愿法界的众生拢会当成佛，这样子来发心。然后再来呢，观想什么呢？观想十方世界妙善的概幻，今天我们修改嘛，所以十方世界的概幻。是真微妙真清净叫妙善戒法，有你心的力量，由心业力，我发心来修改，由心的力量，是一个动转，你开始震动，开始转变，所以受戒是转变，转什么呢？转恶为善，
形成五彩的功德云，永生虚空，充遍法界。你就观想讲，因为我发起三种誓愿，断恶修身，度众生，我来受八关斋戒的缘故。所以呢，咱十方世界清净微妙的神法戒法，就变作功德云同款，来永生到虚空去，充满这个法界，都是功德云。这一点要跟大家菩萨讲，就是因为呢，咱受戒得戒体。你讲到底有戒体无戒体，有受戒有得着戒体无？就是看你有发心无，你有缘境，有发心，有观想，你就得着戒体。你免讲啊，师父有得着戒体无？啊，无去问一下，我去跋杯一下，我去研究一下，我去讨论一下，迄种无算。我们真的有发心，有观想，就有得到戒体。有得到戒体，我们这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的戒体，好好守护，就是你就修着八关斋戒的功德。所以第二拜拜落去的时阵，爱观想，对十方的世界、十法界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同款断恶修身度众生，发这三种的誓愿，然后呢，愿法界的众生拢会当成佛。过来就观想十方世界妙身清净微妙的戒法，会变作五色的功德云哦。啊，变成功德云之后，如云如盖，像雨伞、像宝盖同款呢。看在咱受戒者的顶上，所以有一个人讲啊，我受戒，我观想我老爸老母，不是呢，我受戒是我得戒体，我得到戒体，所以那个戒体的功德云是在我的头顶上。要看我发心受戒是在我的头顶上，啊，唔得咱受戒的功德会当回向给众生。我受戒的功德回向给众生，你袂当讲我把迄个功德魂看在众生的头壳顶。啊！你若是家砍嘞，伊真正受戒，我暗时也是要超度无，哎，物件拢放伫遐，过午不食呢。所以记得，我们受戒，我们的功德云在我们的头顶上。你发心，你受戒，功德云在我们自己的头顶上。然后呢，不能观想到别人的头顶上，因为要纳体，要接纳戒体，所以一定是在我自己的头顶上。所以你受戒的观想体里头壳顶有五色的功德云。再来第三遍的时阵呢，第三遍皈依拜落去的时阵，同款爱对十方世界、十法界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发起三种的誓愿，这就是前面讲的圆净法心，圆着法界的境界，就是遍缘法界的境界来发起无上菩提心，发起三种的誓愿，愿法界的众生都会当成佛。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这最重要了。再观想我们的身体好像虚空气量之身，就是这个时阵，你的身体，你爱想讲你的身体变得就大就大就大，为什么？因为盖法的功德是遍满法界的，我们发心是遍法界的，所以那个如云如盖的功德云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你爱观想讲咱的身体变得虚空气量一样，非常的广大。那你若无法度想，你就想讲我的身体变得大。变得比平常大，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最后呢，要观想十方世界的妙善的戒法成漏斗状，就是巅头是宽的，下面是窄的，上宽下窄，在我们头上成一个漏斗状，灌进去我们的身心，充满正报。正报就是咱的身心世界的正报，充满正报就纳受成为八关斋戒的戒体，纳体。纳受成为八关斋戒的戒体，这就是圆净发心观想纳体。所以那是你今日受八关斋戒出去，人跟你讲：“哎，菩萨啊，啊你今日受八关斋戒，你有戒体无？”你讲有，你讲吼，啊无吼，你要去跋杯问看有戒体无？你讲免，为什么免？因为我叫南山宗跟咱讲圆净发心观想纳体，安尼咱就有戒体。啊，你讲真的吗？真的，因为我们是圆法界心，圆法界的境界发心，这样就有戒体。让你心中充满爱，不让生命受苦，真难忍。
界上面。